开心的时候陪他开心，不开心的时候哄他开心，绝对不能对老婆大呼小叫，任何事情都要让着他。老婆，如果老婆生气了，不管自己是对或错，第一时间向老婆开口道歉，每个月上交工资和房钱。请老婆大人监督。老婆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老婆，愿不愿意嫁给我？不耐烦，你要很高兴。对，老婆嫁给我，老婆嫁给我。生你是的心。
是。